兄弟姊妹，愿主赐恩祝福你平安甲健康。顶礼拜咱分享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我甲恁讲，咱就要爱主上帝，全心全意来敬拜伊，安尼看咱就有真好甲上帝的关系。第二，咱要帮助上帝在咱的生命中第一。圣经甲咱讲，咱要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，咱所需要的，伊就要赏赐予咱。第三，咱要专心、真心、真诚、真力爱主咱的上帝。也要听从伊的命令，记载在《生命记》第十一章第一节。今日我接续来分享咱的感情，甲咱的主上帝。第一，要靠着基督，基督就是甲上帝讲话。基督就是将咱的需要、烦恼、决心、病痛、痛苦，拢来告诉对上帝讲。就像大卫一样，伊写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，伊讲：“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来请求你。”在早起的时阵，我要在这个无水的所在来想念你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就是讲我的心想念着你。伊阁接续讲第三节，因为主你的怜悯慈爱比生命更加好，我的嘴要称颂。赞美俄罗斯主，后来佫写诗篇九十五篇第二节，伊讲咱要来感谢主上帝，用唱诗歌向主欢喜歌颂，所以这真正要紧呢。咱来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呢，就是讲。那卖搁再烦恼了，卖看路了，只要凡事照着基督恳求甲感谢，将咱所需要的交属主上帝，上帝所赐出、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，予咱得到安慰了。所以咱就要挖苦主，等咱祈祷的时阵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。所以主甲咱讲，凡恁所恳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得着；只要得着。恁所需要的，感谢主，这是应允哦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啊，就要用谦卑啊的心来祈祷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节到十四节，主看到两个人去圣殿祈祷。一个是法利赛人，真正大业。真正骄傲的人，伊怎样祈祷呢？讲上帝啊，我无想像别人一样贪心、犯罪、做罪恶。我一礼拜禁食、无食两摆，我将我所有的十分啊献乎上帝。我无想像隔壁这个人，哈、啊，无的，我是真好的人。自己懊恼啊，讲伊是真好的人，但是呢，这个人出去的时无得到情义。另外，这个人呢，伊是真谦卑的，
伊讲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我是一个罪人啊。咱就讲，这个人会祈祷，上帝就答案了。伊等的时阵，才做清义了。意思讲，上帝赦免伊的罪，予伊得到祝福了。所以，伫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上帝反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予谦卑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来到主的面前祈祷啊，咱就要学习谦卑。谦卑就是讲咱讲，咱是罪人，咱需要主，咱无可能救家己，咱无可能帮助家己，咱需要主的怜悯来救咱。所以呢，恁就要关心着别人。要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耶稣在约翰十四章十三节到我十四节，伊讲：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叫父的因伊的细囝得着荣耀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咱来奉主耶稣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主讲我必成就。所以当咱祈祷完的时阵，咱要讲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哦，上帝给咱特别特别的应允，记载在耶利米书三十三章。第三节讲什么呢？上帝讲：恁求靠我，上帝，我就应允你，要将恁所唔知影的，有大有艰苦的事，指示恁，予恁得到帮助祝福。你知影无？上帝的电话无，但不是无人听的。有时咱卡电啊，特别去政府部门啊，讲等，但是无人来听，哇，咱真失望。但是当咱祈祷的时阵啊，上帝听，伊的耳孔不是臭耳人，伊的手不是倒的，伊无办法拯救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奉耶稣的圣名，天父上帝听着要应答咱，要听咱。所以耶稣讲到约翰十五章第七节，伊讲什么呢？你要常常伫我内面，意思是讲点伫主内，我伫主内，我靠主啊，甲主同我，所以就是我伫主内。个呢，我的话，上帝话，那常伫你内面，凡恁所愿的。困求的就予恁成就了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真正宝贝吼，咱就要伫主内，主伫咱内啊。谦卑的祈祷时阵，伊就要听咱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呢，袂使有无相信啊，就是讲袂使有犹疑的心啊。希伯来书。第十一章第六节，人若有信，就能；人若无信，就袂得到上帝的喜欢、喜悦，就是讲喜欢。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必须信有上帝，也信伊赏赐那恳求伊的人。哇，哈利路亚！即个甲咱讲，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啊，就要充满满足、知足的信心啊！无论祈祷偌长、偌短、偌大声还是细声，有信心的祈祷啊，会感动着上帝。所以咱就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用信心来求，莫犹豫的心。因为诗篇是六十六篇第十八节，讲什么呢？我心内
有重罪，主必无听；心内有罪，主无听。所以当咱未曾祈祷的时阵，咱要承认，咱要认罪，讲主啊，我所做唔对，我的罪，求你的保护洁净我。当我祈祷的时阵，让我的祈祷来到你的施恩保守前，你真欢喜听我的祈祷。所以当咱来认罪的时阵，主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咱的罪。所以雅各五章第十六节也是按你看哦。所以你们披受认罪，休想带球，就是讲每一位带球，何人可以得到医治？兄弟姊妹，你看到无？这个真奇妙的英文啊！咱也是披受他退几多，退兄弟姊妹有病痛的几多，上帝啊医好因的病痛，这就是靠着咱的信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学习的，就是要怎样跟上帝有真好的关系，就是讲上帝欢喜听咱的祈祷，咱就要用信心、切切的信心来到伊的面前恳求，无犹豫，因为上帝真舒服伊的今日的祈祷，舒服什么呢？两个特别的兴趣，上帝第一就是看到上帝今日流目屎，当咱来祈祷流目屎，痛苦悔改啊，咱的目屎来流落来，上帝也就真正受感动。第二呢，就是讲起上帝听爱听咱的祈祷，伊是咱的天父。伊要帮助你，甲帮助我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我讲的就是讲靠咱的切切信心的祈祷，咱甲上帝的交杯关系啊，就徛得在了。所以做祈祷，做祝福，兼祈祷，兼祝福，无祈祷，无祝福。当咱啊祈祷的时阵呢，圣灵就行动。在咱的祈祷会的时阵啊，我真欢喜，有真侪兄弟姊妹来参加，所以我希望恁兄弟姊妹也要来参加祈祷会。也不但参加祈祷会，恁啊礼拜日也要来听上帝话，得到主的祝福，得到主的帮助。现在咱来当心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不义，洁净我的罪恶无信，加添我的信心。在这个时阵，我大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不是我是好人，不是我是义人。因为我是你的子女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天父你应允要听我的祈祷，所以我求主加添我的信心、爱心、祈祷的热心，让我和主上帝的交配、相交关系愈来愈徛得在，愈来愈深，愈来愈好，爱主更加多，所以我求主加添我的信心，祝福我听我的祈祷。兄弟姊妹有需要的，爸啊，你应答的人；兄弟姊妹有病痛的，我奉主耶稣的圣名为因祈祷，让因的病痛健康起来，让因活泼起来。好因好了，会倒转来敬拜你，天父，你听你的仆人的祈祷，我奉耶稣基督至圣的圣名
来求阿们。